他拿东西了。真的 ？Oh my god！ 要报警啊！深夜街头出现了争吵声，白衣跟黑衣男子剑拔弩张，顾不得别人劝阻，冲突一触即发。黑衣男突然出手，让白衣男气炸了，从后车厢拿出棍棒，瞬间现场失控，还吓坏了目击民众。他拿东西了 ！Oh my god！ 要报警啊！这起冲突六号凌晨一点多就出现在高雄市区的一心二路上，警方到场得知双方身份也很傻眼。就要跟他在一起要关照啦，你就是要跟他一句来一句去，你鼓啊。原来白衣服的37岁陈姓男子是28岁黑衣男的姐夫，两人还在同一间公司上班，没想到工作上早有嫌隙，因此当天喝了酒，由太太开车陪同来到小舅子住家附近，原本要把话说个清楚，没想到双方一言不合反而大打出手，不但双方太太拉不住，连老丈人在一旁劝阻也无济于事。双方面因为工作上的事宜而发生口角及肢体冲突，丈人和双方妻子在场劝架。直到警方出现，双方才恢复冷静，但凌晨当街冲突吓坏了附近民众，虽然双方事后都不愿追究，但警方仍依涉违法将两人送办，要让他们好好反省。 TVBS 新闻南部综合报道。